防晒最高等级 UPF 50加，防晒升级。最强冰感，冰到不能再冰，冰感升级。99%抗菌除臭，辅料升级。防晒、冰感、抗菌、除臭，要穿就穿。穿比不穿还凉，全面升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One Boy 冰风衣代言人田馥甄。这一次印象深刻是拿到脚本，我觉得其实四个场景都很棒，就是现代，因为大家因为疫情的时代，大家都喜欢走向户外，多呼吸新鲜空气，多运动，很需要 One Boy 这个可以帮大家防晒，然后又让你感到很冰凉有凉感的衣服。场景的设计又很鲜艳，色彩很明亮，我觉得很可爱。现场就觉得很好，就是定住不动，很像一二三木头人被定住不动。其实不动比运动更累，因为你停在那边不动，你要全身肌肉都 hold 住，很像被按了暂停键。除臭要穿就穿 One Boy A Boy， 先固定不动还可以，因为之前拍一的时候就有固定很久，这样停止静止不动。但是转，就是每个人心里的节奏不一样，光是一个字转，你不觉得其实大家的头都会有点这样，差0.00几秒。就是你要好好的防晒，穿 One Boy 冰风衣，身体感觉体温下降了，心情就舒适，心情舒适，人就会美丽，很轻松，很简单，何乐而不为？我就真的有在柜上买给家人朋友试试看，这样，但是要去买的时候发现严重缺货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哦，那好啦，代言人是不是比较有机会可以穿到各种款式？所以就很开心可以成为代言人。防晒抗菌，然后还有让你身体觉得凉感的感觉，我觉得很棒。我觉得短版的冰风衣跟正常版的两个我都一定需要，因为短版它有一点点像斗篷风衣的逻辑，让你的身材比例上半身比较短，然后你搭配一些裙装的时候其实是蛮好看的。然后像长版的话，就是在运动的时候你拉链拉起来活动自如，很利落。现在最害怕地震，大家都逃走之后我一个人在这边。夏天最消暑的秘技，还有我告诉你吗？就是穿 One Boy 冰风衣。我觉得是出这题目的人需要冰风衣，套中岛跟冰岛，我觉得不管什么岛都需要冰风衣，每一个地方都有冰岛吧，就很热啊，你就需要冰风衣封一下，穿一下，凉一下。思念太猖狂，一个冷不防。谢谢。马上回家要感冒了，因为一直穿冰风衣，好冷哦。